福建啊，有一个叫福鼎的地方做的蜜汁鸡翅特别好吃，你们吃过白茶蜜汁鸡翅吗？今天呢，我来复刻它的做法。洗干净的老翅，先焯个水，去腥三件套。焯完水清洗一下，顺便把这个多余的杂毛给它拔掉。炒个弹色，锅里来点油，加入冰糖，再加入茶汤，起到一个蒸香的作用。来点盐、鸡精、味精、香料，来一点点老抽，再倒入鸡翅。然后大火转小火卤个一个小时，卤到这种关节开裂就可以了。再加入刚刚卤好的卤汤，再倒入鸡翅、红糖、麦芽糖。蜜汁白茶鸡翅出锅啦！今天呢，我手把手教会大家在家里就能做的我们福鼎蜜汁白茶鸡翅。给你，好不好吃？